原标题：崇祯如果跑往南方，明朝有没有可能延续国祚？1644年4月25日，明朝崇祯17年3月19日，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破北京城，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绝望中自缢殉国，大明王朝走到了历史的尽头。同年五月，以实可法、马士英为首的明朝遗臣们在流都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，改元弘光，是为弘光皇帝，历史上将这个明朝在南方组建的政权称为南明。然而令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，拥兵百万的南明弘光政权仅维持了一年时间。